九龙湘西地区独有的有机物，其误导功能是压邪、消灾、泄神、还愿等。它是由24条束花布巾点缀而成，长约40厘米，上带宽3厘米，下带宽7厘米，于一根30厘米的木棒穿制而成。每做完长法事，户主必馈赠一条有机，因此这种法器也成为苗屋供果的见证。有古老的湘西大地，人们主要是信巫魔、种祭祀。每当有重大的节日到来时，法师都会举行一场祭祀祈福仪式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事态安康。这是我们湘西地区独有的哆狮，在古时人们多布十字并布十一，加上有老人、小孩、生老疾病都会起来哆狮，设哆堂，跳哆舞，唱哆戏，以消除家中的不安宁。至少有一些人。